我们今日刚好是药师佛，我们了解到呢，药师在人间，尤其是在我们中土，能够真正的随心满愿了。我们也将世界最富贵的从药师佛的宝记当中，我们呈现出来。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些经典呢，也让所有的共襄盛举。我今发宏愿，此此药师经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以报身，同生琉璃国。亲近大慈父，殷勤闻真谛，学习狮子吼，回返娑婆顶，度众脱苦海，弘法利全民。奉请十二药叉大将。奉请光毗罗大将，奉请拔哲罗大将，奉请弥契罗大将，奉请十二药叉大将，完全不持正法，将我们的药师完全呢降临在台湾之光的永明博士。奉请摩虎罗大将，奉请真达罗大将，奉请昭度罗大将，奉请毗杰罗大将。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，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，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来，我来。我来帮忙了，不用，你们两个在这边，我去后面。因为那个舒婉奈手，不是。药师琉璃光，等一下，我来。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意识的老师？不是。